全本地中传闪电库出场。德刚，不是还有呢？好、哦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一块儿啊？那桌子给了吗？别让我费事啊！咱们一桌一桌的来啊！谢谢大家。刚才是我徒弟，孔云龙，捧哏的是我干儿子于谦的徒弟啊，冯阔阳。你让我很诧异，你都乐成那样了？啊，他想多了。啊，那沾伦理的特别兴奋。我们可不是那个人啊，占个便宜有什么美的呢？但是我也很喜欢。说相声嘛，理儿不歪，笑不来。搞科研的别上这儿来，是不是？咱们就是大伙儿一块热闹闹的啊。我说的不对吗？你把灯关了。啊，有一小灯刚才灭了一小下啊。那就说明还是有朋友带礼物没有交上来啊。闲话少说啊，腾点功夫多说点正事儿。难难难，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哎呀，好，再来一个。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听的，真是的。八月中秋不露，路上行人凄凉，小桥流水桂花香，日夜千思万想，心中不得宁静，清早懒罢文章，十年寒苦在书房，方显才高志广。不合适，老说这个。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，风吹脱骨山河动，电闪旌旗日月高，天上麒麟原有种，血中蝼蚁岂能逃，太平待诏归来日，朕与将军就说这一个没了。别捣乱啊，别捣乱啊，你又耽误了半段书啊，今天说不完了吧。谢谢各位吧，连着八天啊，各位真是不容易，起早贪黑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啊，白求恩一样的精神来听书。咱们接演济公活佛，是方才讲到济公这一摸脑袋，我得走，说万元桥啊修好了，我得上那儿瞧去，这一拍脑袋，啪人儿到。怎么乐呢？刚才咱们说一打车的典故啊，说这个罗汉爷跟这一样，一拍脑门就到了。简短结束，来在了万元桥这一看，真好，桥修得特别的棒，老百姓也高兴啊，就是感谢王百万呗啊，王太和，谢谢王百万，向王百万学习，向王百万致敬啊，大伙都挺高兴的啊。圣僧也跟这儿，跟这王百万说，这不就对了吗？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嘛。是是是，我这找您，谢谢您。好，没事，我来是另有他事，有别的事儿啊。这正说着呢，旁边这县太爷过来了，跟您说点事儿，添点麻烦。那别客气，我来就是为你来的啊。这我们家这事儿给你道喜，您这么一说，我不好意思了哈。有什么喜的呢？嗨，我知道你们家不闹妖精吗？是，知县大人姓张，叫张德文，他有个兄弟叫张德武，人家里都是能写诗、能作画、能说相声的人才啊。尤其张德文啊，做了县官，挺好。家里边呢也不错，本身就是此地人，也挺有钱的啊。
最近家里边不太太平，闹妖精。什么妖精呢？这一说您各位都可乐。一般人心目当中一说这妖怪，那个仨脑袋是吧，大爪子，大呲牙啊，大眼珠子，吃人喝血，都得是那样。那是这个妖精了，那个猛兽变的了。但唯独他们家这妖怪是太不像妖怪样了。四个妖精，这四个搁在一块儿都不值两块钱啊！一个头带着仨喽啰，这四位行妖作怪。先别说这头了，这仨妖精有一块砖，一块瓦，还有半拉破砚台。这仨啊，负责人呢是半拉水缸。你这哪说理去？你看看啊，砖头瓦块，说砖头瓦块怎么成的精呢？也是很久远以前的砖头瓦块了。啊，小孩们玩，拿小刀啊，在砖上面刻上眉毛，刻上眼睛，刻上嘴，瓦片也是如此，刻好了。啊，当时刻完，当时不能成精，得过多少年，受日精月华，而且来说。多少人无意中把血撒在这东西上边了，沾了人血了，修炼成功。那个半拉砚台呢，三国演义有这么一段，徐母骂曹啊，曹操劝说徐庶的母亲，老太太急了，这儿有砚台，老太太抓起来弄死你啊。老太太跟济公说话一样的啊，就有点错误啊，错误。老太太弄，那这不行，嗯啊！一砍曹操，砚台掉到地下了。那半拉砚台，砚台上当时有刻的有画，一个樵夫打柴，啊，一下摔碎了，摔成两半啊，打柴那半拉没事，这刻着樵夫的这半拉成精了，里边多少沾点人形。是这三位脾气相投，品质都差不多，哥仨一看，咱们这质地是相似的啊！你算呢，砖头瓦块、砚台都差不多。说咱仨人这搁一块儿，咱们作妖造反，谁是负责人呢？仨人比吧，谁个儿大，都差不多。到最后来半拉水缸啊！你们看我这个，这仨服了。你看人家这平方面积、立方体积的是吧？也不哪儿这么半拉水缸成了精了，待着一天到晚就这四个，就跟这个张德文这家里边啊出了进去。哎呦，这一头闹，还不是在衙门里边，是在张家的宅子里边。张家本身就是当地人，咱们讲了也是有钱人，家里的院子前后好几进，老太太呀都跟这儿住啊。他不跟衙门里边闹，跟家闹。怎么闹呢？这个妖精他不可能怎么着，你多见砖头说吃的人了，他没地儿搁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头冷子吓唬人一套，你这一出来啪后腰给你来一下，那儿一进屋打房下来半片瓦歇你啊，歇完他跟那儿乐，乐完跑。他也要不了人命，在那儿看着膈应。而且你琢磨这一关上门坐屋一看，这外边连砖带带瓦，兵帮五四跟这连蹦带跳，多瘆得慌。你就说不当回事吧，这玩意儿也受不了啊，都着急。所以家里边白天还好，一到晚上哪屋都看不见人了，大伙儿都扎堆找一块凑合着啊。这四位越闹越得意，他说开始就是闹个玩儿，开个玩笑也不叫事儿，这都给自个儿找事儿。刚开始就是恶作剧，这头了走后边咵来一块砖，没人想到是妖精。你想咵来块砖，这还骂街，哪流氓啊，以为是这个呢。后来越闹越猖狂，天一黑大伙儿都想着躲起来，没人出来。天黑了之后阴气重，这妖怪更爱出来啊。哥四个凑齐了，庭院当中摇身一变，年深日久他能变呢，变成四个文生公子。呵，一个个穿着打扮也跟念书人似的，也拿个小纸扇啊，四位这都是四方大脸啊。哼，你琢磨他变不了小圆脸啊，都见棱见角这四位啊，这挺高兴啊。砖兄哦，瓦兄，嗯，燕兄啊，刚哥，嗯，哎，你们鼓掌什么意思？
好像就连我的事儿。咱们晚上就没事了啊！你看，你我弟兄四人作何消遣？说这能作何消遣呢？说咱们这样吧，反正咱们现在也是半仙之体啊，这都想疯了心了啊！凭他们能当神仙吗？说咱们找着看他内宅外宅有没有年轻貌美的丫鬟，咱们抢一个，咱们集体结婚一次啊！你看这妖精，他有这想法，你多招人稀罕这玩意儿。啊，所以说这个食色性也，人不能跟人性做斗争啊！妖精都这么想是吧？何况咱们大伙儿呢是吧？这四位走吧，迈着四方步，摇着小折扇啊，走道方法反正跟别人不太一样。一般人是迈步走，他们这四个咱得拧，你知道吗？你去琢磨吧，那砖跟地上走，都这样，四位咱一块走，走齐了也挺好看。四位一块儿啊往前走啊，你后来看见有那模特那个咔咔咔就跟这学来的啊，那叫砖瓦步，嗯，谁给出的主意啊？嗯，找吧，打外院开始找。老张家有钱的，一天到晚家里边奴仆啊院工啊丫鬟才女是非常的多，但是一到晚上没有了，都跑了，尤其是这丫鬟女孩们胆小。天一黑，这个我陪老太太去，我也陪老太太，我跟老太太睡去。老太太那屋四十多人，这个我陪小姐，我陪夫人，我都跑了。这四妖精这儿走，我们走得很帅的，怎么没人看我们？就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吧？挺着急的。转来转去，转在了东跨院。东跨院是家里边这些个干粗活的奴仆啊，这些个老妈子、佣人呐、啊、待的地儿。但是晚上也都没有了，有辙的都躲起来了。四个妖精扭来扭去，一瞧就这屋还亮着灯呢。哥四个，咱们瞧瞧吧。用全本《济公传》陕西库书场。